德兴啊，哎，那个钱我已经帮你领到了，你现在在哪里？我帮你送过去。OK， 好。请问一下，哎，刚刚那个长头发的痞子，那个帅哥他领了多少钱呢？这是客户的隐私权，我没办法告诉你。什么隐私啊？他偷了我们的彩券，他是个小偷，哎，他领的是我们的钱。可是他领的不是中奖的彩金。什么？不是？对啊。青雄大哥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啊？他今天有事。那你自己可以先上去吗？我要去拿东西，马上回来。你要去拿什么？等我回来你就知道。德兴，你看到我这么开心啊？钱呢？钱在哪里？啊！他把钱给他，他要把钱给他了啦！我没有瞎了。哇，好多钱哦，好像比上次还多。有多少钱啊？差不多有200万吧。200万。谢谢你啊，你真的是我的财神爷。德兴啊，你看到这么多钱真的很开心哦。对啊，而且从来没有觉得钱是那么重要。啊，对了，今天博也要去外景拍杂志，我不会回来了。哎，可是你带这么一大笔钱。放心，我会小心的。我担心的不是钱，我担心的是你。嗯？你怎么可以跟博也在外面过夜啊？又不是只有我们两个，还有杂志社的人啊。你们俩会不会睡同一个房间啊？怎么可能？你想太多了啦。可是，哎，我要现在回去了，不要再等我。哎，德兴，阿丽，谢谢你啊！乐透万岁！乐透万岁！我刚刚跟阿丽去银行，银行的人说他根本是从自己的户头领钱的。他们中了头根本就是假的，德兴骗你，他跟那个阿丽串通起来骗我们。刚刚那个阿丽把钱交给德兴了，德兴现在应该是去接你，你等我们一下，我们很快就到。我们一起看他接下来怎么骗我们。这是等一下我们要去的地址，我有事先走了。好，谢谢。那我们出发吧。等一下。在我心里有悄悄。呼叫大明星之后，请记得收看《海派甜心》。一直到我发感觉。We'll be right back.
这是等一下我们要去的地址，我们有事先走了。好，谢谢。那我们出发吧。等一下。你拿了来吃啊。我拿了什么？没有，他是说晚上要过夜，问你行李拿了没有。都在车上。那就好。青虫大哥和柯凡大哥也要一起去吗？对。怎么了？他们知道吗？知道什么？知道你妹妹的。哦，他们知道。那当他们的面就没关系啦。你是不是应该先把钱寄过去巴黎给你妹交学费，然后我们再出发？你该不会又中了乐透了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我觉得老天爷对我好好哦。我上次中了100多万，这一次居然中了200多万。怎么啦？没事，我只是没想到你的运气真的这么好。你看起来很失望的样子，这些不是你想要的吗？我也不确定，应该是吧。青雄，你说的对，有些事情该怎么做就应该怎么做。这里有多少钱？这里好像有200多万，我来不及数。来不及数？嗯，刚刚才去领的。是吗？通通借我吗？连上次100多万，那我欠你300多万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反正我现在一时之间不急着用。七雄，你先帮我把我妹的学费寄过去，剩下的钱你先拿去还吧。知道。可是青雄大哥跟柯凡大哥不是也要去吗？音乐开大声一点，我叫你音乐开大声一点。相信，只要有梦想，就可以去实现。我妈说，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吃饱心情就会变好。之前吃了你一个，现在还你两个，在我们两个都有的是。我们刚刚跟那阿丽去银行，银行的人说，他根本是从自己的户头领钱的，所以他们中了头根本就是骗人的。这次跟上次的一样，都是骗人的。等现在说吧。我宁
刻，你一毛钱也没有办法借我。什么？没事。漂亮哦！我来台湾那么久，从来没。